shade of jealousy. In truth, it's how I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for me. And when you see in red, come on, we can talk through. Hi,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住的娇西航木酒店的行馆，快进来吧。这个房间叫做涌泉居，它是一个两个单人床的双人房。房间一进来，这边就有一个小的 mini bar， 然后它有胶囊咖啡、水，那下面呢就是冰箱，冰箱里面也有一些气泡饮料，还有水。这边抽屉就有茶，有 Earl Grey， 还有白毫乌龙、碧螺春。下面也有热水壶，所以想要煮热水泡茶是可以的。身后就是厕所，跟我一起来看，打开这个门就会有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就会自动打开，然后上完厕所它也会帮你自动冲水，这个是免治马桶。可以进来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简单的洗手台，这里就会再进入一个回廊，这边就可以用挂衣服啊、外套、放包包，还有保险柜，然后拖鞋就会放在这，看起来就穿在我们的脚上。当这个门关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面超级大，大到我这一辈子可能还没有在舞蹈教室之外看过那么大的镜子。又还有另一个洗手台是比较大一点的，然后还有一个化妆镜，而且还有放大的功能，有毛巾，非常基本的牙刷、牙牙膏、刮胡刀、浴帽、梳子、发圈、化妆棉，是飞利浦的吹风机。再继续往前走，右手边就是一个挂衣服可以放换洗衣服的地方。进来听到这个回音就知道我们到了今天的重头戏，泡汤的地方。它的汤池还蛮大的，整个人应该是绰绰有余。窗帘打开的话，看出去就是娇西的夜景，对面就是韩木的那个酒店楼，我们这边是行馆，那边是酒店楼。公共设施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在酒店楼，那我们这边只有唯一一个裸汤。那酒店楼公共的部分还有一些像是亲子游乐区啊，还有一些打电动的地方，好像有 PS4 还有 Switch，所以如果我们晚一点觉得太无聊，房间待不下去的话，就可以到对面玩。但是那些开放时间都只有到晚上10点而已，所以要用的话要趁早。然后这边也有一个超级大的花洒，还有连喷头。嘿，我们就回来，这里就是回廊的另一头，就可以回到房间啦。那这个房间呢，它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它看出去就也是跟刚刚浴室一样的风景，然后这边有一个椅子跟一个小桌子，所以如果夏天的话在这边乘凉应该也是蛮不错的。而且它这里还有迎宾的小点心准备给我们吃。那这边涌泉居的 Room Tour 大概就是这样，看起来还不错。我发现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就是它可以选择它的枕头，有记忆枕、不同的记忆枕，还有绿茶枕。现在房间附的就是羽绒枕跟化纤枕，那如果对其他的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跟客服讲。刚才有个东西忘记跟你们说了，那就是它的电视。你们看它有多大，我的头、我的身体、我双手张开才跟这个电视一样大。那这个room tour是真的结束了，拜拜。这里是酒店楼，它的大厅比行馆更大，然后更亮，还有圣诞节的装饰。这里是酒店楼一楼的乐未央，给小朋友玩的亲子空间。这里太可爱了，可爱到连我都好想玩哦。
有攀岩的。天哪，小朋友在这里很开心，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玩具，两桌的玩具，这边也有书可以看，感觉在这里给小孩放电真的是非常的赞。单人式的卡拉 OK， 不过这不是免费的，就是一首50。之前是不是很流行这个？我们打算要来玩 Switch 马里奥赛车。Hello， 大家早安啊！我昨天睡得超级好，他的枕头、还有床、还有被子，整个寝具都超级舒服的。我觉得好像睡在软软 QQ 的棉花糖里面，床算是软硬适中吧，应该是中间偏软的，也不会睡得太软，腰酸背痛。你没有看到窗户多么的明亮吗？晴天真好，终于没有再下雨了。到楼下买了我们的早餐，这个叫正常小笼汤包，是宜兰这边很有名的三星虫汤包。然后这个叫什么？胡须包子。胡须包子，我们买了两个菜包，还有一个芋头包。哎，你狂溜汁哎，你的汁都没了。我怕烫。它的三星虫味很浓。好吃，包子的皮超级 Q 的，然后里面高丽菜馅也还不错，还有一点胡椒的味道，是个好吃的菜包。现在时间接近11点的退房时间，早上又稍微泡了一下汤，然后准备出门，就差不多是这个时间了。现在好热，泡完汤都好热。这次在韩木的住宿体验我觉得很不错，床很舒服，浴室厕所也都很好用，然后泡汤也很舒服，我觉得是一个来礁溪泡汤很好的选择。那我觉得唯一小小不满意的应该就是它的清洁没有真的做到有非常非常干净。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有看到地板上厕所有几根头发，然后我的被子里面也看到几根汗毛，在我还没有用之前。然后房间的装潢也算是有一点点年代感，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silicone 的部分有小小的发霉，可能就是硬体设备还没有更新的那么快那么新这样子。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温泉酒店了。所以如果你有考虑来礁溪泡汤的话，韩木会是你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的价位不算真的超爆贵，算是用一个相对没有贵的价钱就可以有不错的住宿体验。好，那我要赶快去 check out 了，拜拜。